汤圆，汤圆，他的嘴呀！恁娘较好个，连珠高破。好生不生，偏偏选了个亥时才要出生，看见嘛破。百家火来是。娘，再来再来，放松点，放松点，好，很好很好。是。不够啊。你生一个囝，你要输一顶车，呸！福星到，福星高照，福星让你中马票。福星到，福星天天到，看看你要不要。福星到，福星驾到，你想发财他知道。福星到，福星已经来到。世上人间皆烦恼，想要解除有灵药，只要心中存善念，好运不会少。Hello, hello, Michael Jackson, 到了吗？到了吗？来了，来了。麦干焦，麦干焦。哇，你这样早就到，惊跋无啊？赌马要认真呐、啊，故意点料。看没，看没，来，米丁，米丁进来。哎呀，哇，加班了。小姐，小姐。嗯。OK， 第三场五号，对吗？对对对对对对。五号特好，协同好，战绩好，状态良好，简直好到无马跑啊！我被罩，我被罩，我的马！等等等等，我还有一只五星级的好马，很有穿的，好马配好骑士啊！得功得功啊！我喂，杰森啊，不要我了啦！我什么 ？On！ 你们两个慢慢赌，我先坐的士等处。你干什么？喂，你发什么脾气啦？三个人赌马。就你们两个在讲，我一讲你们就切，我要开口说我，你们就 cut， 这样没有意思嘛。
你是看我细汉。我唔是看你较细汉，你是真个细汉。OK， 我真细汉，我当初啉牛奶好了。哎呀 ，brother，Hockey Boss 跟你开玩笑的，你什么好介绍，赶快讲出来。对。讲话不要慢吞吞，快点，等你刮袂你就哀完啦。我有一匹马，很独功的，叫马来风光。马来风光，八仙炒旺菜，我的 favorite， 我的 favorite。我哪敢再来？我不想白卡了。还有啊，我才四十多岁，看起来你比我老，你才安迪。明明都69，还敢讲自己四十多？你看起来比我更老啊！哈，叫我安迪，不要拍谁。跟你说，再多10年了，我都不是安迪啊！哈。安迪，有叫一杯高啤酒来吗？安迪，安迪，你把酒搞得晒哈！老蔡，隔壁我叫的啦。我为什么今天很累啊？需要咖啡来提神。频率啊！最近人困。啊！还说自己不是安迪，老蔡。Shut up！ 是隔壁秀呆。王老师，王老师，起来了。哦，哎呀，太舒服了。刚做了一场好梦啊！你的尿酸又多了，不要吃太多的豆类，少吃辛辣还有煎炸的食物，记得每天要多喝水，把你的尿酸排掉。啊，是的，我会听话的。哎，我给你小费。不用，不用了。哎，你的按摩功夫啊，简直好的不会假，又很用心，应该奖励的。这是我的工作，小费我是不会收的。只要你有空，经常来支持我们的福利脚底按摩中心，我就很高兴了。哦，一定的。王老师慢走啊。哦，好。哎，郑太太，你好，我又来了，小姐，请教。不听小人言呐，害我输大钱呐，林娘高。哎，愿赌服输，恭维骂无辜嘞。对喽，刚才你不是说我的马好到不得了？很好啊。你的马是马英九啊？什么马英九啊？想赢钱啊，等99咯，特好啊，无被造啊，害我输个滴滴好啊！你的马来风光够卡假啦啦，不然先炒旺菜啊，害恁爸输个老塞啊！跟你赌马没有意思嘞，博赢没有奖励，博输你对我死。这个马是拉的，要走我们走，别待这里啊，好人公一文不值。行，走了。害林被输几千块啊，害人精扫把星啊！你是说你自己啊？你叫那个害石出身的才是害人精扫把星啊！呀，马来风光。老爸的 favorite。白斩鸡刚工炒不辣，蒸萝得饱，快乐得乐。你整天煮来煮去煮这些菜，不咸的吗？叫怎么吃？这些都是你跟老爸的 favorite。你不是最喜欢吃白斩鸡的吗？那你是说我像白斩鸡，做我是鸡啦？从小到大，你心肠就是这样不好，说我像白斩鸡。我什么时候说你像白斩鸡？我是说你喜欢吃白斩鸡。姐，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还算无理取闹？你什么东西啊？老爸吃饭。又是这些菜，这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马来风光，
你好吵不吵，偏偏选马来风光来吵，怪不得我赌的马会跑去吃草，你是故意要害我输钱是吗？你命较好。我妈死了，你不要骂她。你家怎么会生出个害人精啊，害我整天赌输钱呢、啊、老爸，都是你心太软，二十多年前你不收留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咯。你有这个女儿就够了吗？哇，那亨一生下来就让你丢白晒嘞。亥时出生的真的是很衰啊，扫把精，害人精，害人不浅呢、啊。小林北 ，David Richard 五一，吃水果。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我五官少了一关啊！吃水果吧，各位安哥安弟。又受委屈啦，他们又欺负你了。告诉林北，如果他们在欺负你，林北找他们问个清楚。对对对对，哪里可以整天欺负人的？是是是是，没事的啦，做人要 happy。哎呀，可是你今天看起来很无敌啊。谁说的？我们说的。我看到你们一个个那么可爱，我开心都来不及呢。没事的啦、哦、没事就好了、啊、小小，你的脚还痛吗？来，我来帮你按摩。你真的很用心啊，用心帮助人，用心做好你的本分，还要用心做人。对，对，做人又用心，没有用心做人，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嘿，对对对对，说的没错，说的没错。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你在池塘坐，我下去买咖啡。好。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做人要感恩，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谁呀、啊？我是林北。林北告诉你，林北不认识你，跟林北走开。林北从小被吓到老，你不要大大声跟林北讲话。林咖啡啊，林北，林北，怎么买杯咖啡买的那么久？你叫他林北，你是他的谁啊？我是他老婆，他姓林，朋友都叫他林北北，小凤叫林北。哎，走了，风飞飞要来寄什么呢？小杂啵，老公叫林北啊，七早八早就拄到一个笑的，人命较好。不是啊，阿县长刚才跟我一起收进货的时候，被早弄伤了脚，你有没有空过来看看阿乡长啊？哦，我马上过来。阿香嫂，怎么样了？让我看看。痛啊！放下好了，
不是的。阿小嫂，不要担心，看了医生，吃了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谢谢你。不要这么说，你快带阿小嫂去看医生吧，我帮你收旧货。那就麻烦你了。是林北叫我来收旧货的。哦，自己的东西你可以全部搬回去。呀呀，这些东西我们不要的。I told you not to keep all this junk. You never listen to me. 让我看一下。这几袋啊，都是我爸爸还有他哥哥留下来的，有些还是从澳门带过来的。澳门？哎呀 ，don't talk too much. We need to go. 200 for all these junk. Some of them are valuable antiques, which you can sell for a fortune, you know. 怎么样？我们在赶时间啊，给我们200块，这些你全部带走。对不起，刚才你说多少钱 ？200。200块。我只有150。好了好了 ，discount $50给你，走走。好漂亮啊，摸着它的感觉。好特别啊！姐，你要去哪里？你不要吃饭呐？我不吃了，我要去洗洗跳舞。哦，对了，老爸也不回来吃了。那这些菜呢？你一个人吃饱他啦。跟阿小小吃，他们也很开心的。高安娜，你在跳舞还是唱大戏？他跳舞要专心，虽然你学舞蹈比他们慢，可是如果你努力的话，一定会成功。很盖伦，你教高安娜怎么跳好吗？好好好好，来来来，我们继续好吗？高安娜，准备。很盖伦，你不用怕，我叫你跳 ，sorry sorry 啦啊 ，sorry sorry sorry 你的头啊，我不需要你来教我跳舞啊，还有你不要靠得这么近啊，那去西北操啊。阿伯教我跟你讲 ，sorry。你呀、啊，干那晒的呀 ，sorry sorry。Hello, darling， 你寂寞吗？你发桥啊？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捡钱？要不要我们带你去个地方，让你 open eyes 闭闭？什么地方？真的吗？Let's go. Are we ready? We are ready. Let's go. 我从小到大就有叫鸭饭来吃，从来没有来过鸭店，我不会宰了。哎呀，不怕不怕啊！走啦，走啦，宰啦，走。看起来真的很纯嘞。Hello， 看见 French 的就忘记我们了？哪有嘛，我可是想你们两个想到我痒死了。
你们两个啊，再不来光顾的话，我看我的龙龙跟阿伯呀，就告别我的鸭店去卖烧鸭饭了。喂，哎，我的三只镇店之鸭来了。Bye。干嘛？喂，龙龙龙 ，How are you？ 你想我吗？当然想喽。Donna， 小刘呢是我们从东北三省黑龙江重金礼聘过来的，你就慢慢的享用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十全十美的女人。真的吗？真的，十全十美，万中无一。来，干杯！哎，酒是要这么喝吗？哦，没事吧？没事吧？很呛。哎呀，哎，喝完吧，喝完，来，喝完吧，来。哎，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嘛。哎，拍性感性感的，好好好好，来，哎，一别动别动别动，哎，好嘞，哎哎哎，这下你死定了。还满意吗？你答应我1000元的小费，你不会忘记吧？爱你的东北鸭小刘，1000元小费，哎。死未歹看，惊着惊着。
哎呀，怎么办？我这杯死了啊！现在没人，我再教你正确的穴位。啊，好啊好啊，把脚给我。嘟嘟嘟嘟，脚底布满密密麻麻的反射区，代表人体不同的器官。这个部位可以帮助内分泌协调。我需要，我需要。按摩这里，可以加强新陈代谢的功能。我也需要，我也需要。那注意了，哦，这个穴道反射人体的肠胃。可以帮助排泄体内的毒素还有杂物。哇，病哎，这个就救命啊！有进无出，要他的。啊啊，谢谢。福星啊，福星，几时有空帮我通一下肠胃好不好？行，不过有个条件，你要帮我买个口罩。买口罩？切，医生动手术咩？你不买就不帮你通。哦。买买买买，买口罩，要做什么？他妈的，他那店在哪儿呢？我说，等一下有一只鸭来找我啊，不是不是，有一个中国男人来找我，说我不在店里，哎，没有没有，说我辞职了 ，OK？ 啊，他是什么人？你欠他钱啊？欠你的死人头啦！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哎，记得不要让老爸知道，还有那个老财，不要让他知道啊哈，他嘴巴最给薄的，记得啊。知道了知道了，放心，我会处理的。嗯。啊什么事？什么事啊？没事啊。哦。哎，那个 Donna 在吗？叫她出来。你是谁呀？啊，他还没有在这里上班了，你找他有事啊？找他谈点私事儿。那你打他手机吧。既然来了，就试试我们的脚底按摩喽。我们是按摩界 bling bling 的金字招牌。想是想，不过不是你按，而是他按。切没呀？好啊，欢迎光临。怎么是你这个死肥婆？那个靓女呢？靓女有事外出，靓妈顶上。坐坐。哎呦！你的体内废物太多，毒素也很多啊！你的大肠不好，小肠不好，结肠、十二指肠也有问题呀、啊！哎呦妈呀，疼死我了！你弄伤我了！你抽太多烟，肺不好；你喝太多酒，肝不好；玩太多女人，
钱不好。那我的心呢？好了，不要吵。哎呦，你的心找不到我哈！哎呦，你神经病啊你啊！谢谢光临，25块新币呀、啊。哎，多了5块啊，哈！哎，谢谢光临，有空没空不要来哈。这可多呢，干嘛惹上这种臭男人啊？你跑到天上，我都能找得到你。我的那1000块小费呢？我真的没有钱了、啊，你不要这样行不行？不行，不给钱，就带你去见你老爸浩利布。你怎么知道老爸的名字啊？哼，不要小瞧咱中国人，咱有的是办法。识相的就带我们去提款机提钱，要不然，我的这2位本地的布拉特。可是会生气哦，求求你了哈，拜托拜托，放手，不要轻薄姐姐，不要轻薄我的路了。闪闪机关，功夫看不出，鬼不用是吧？一龙鬼拍，土土看不出，下人看着骨。你我大姐，不变就爱混。喊啥？啊！笑让我逮你的妮克，还怕不怕死啊？怕了，还不快走！赶紧下来抓，走！咱为什么？闭嘴了，不关你的事了。你好心没好报，你跟你少说两句好不好？走啦，走。我们有没有来错地方？有法师来这种 5-star hotel 算命看相的吗？有。所以我说，我们做人要常常 update 自己。现在很多法师和尚啊，都爱上电视做说的，你问这真是不是？真的，有的很喜欢表演，什么走钢线了、做冰块了，没有人 support 他，他还上电视哭啊！啊，这么爱出风头啊？你没有看电视啊？你都懵懵。好了，不要啰嗦了，进去吧，法师要到了，走走走。我是明理法师的悟法啊，习法我就听过，悟法是什么？护法、哦、助理，按摩叫 assistant。assistant 你好，等一下师傅来了，你们要恭敬松手，何时叫他一声师傅。师傅到了，哪里呀、啊？没有啊。没咧，没有啊。各位还不赶快拜见师傅？三位师祖，你们找本法师有何贵干？师傅啊，我们是想求您给我们一对真字，让我们中马票。对呀，我们只求利不求名的。没错，求个小财，发一点点就好。什么一点点呢、啊？师父啊，请您指点，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发一大笔横财？没问题，这个星期六下重注买你身边最 close 亲人的生辰八字，一定中，包中。头奖 confirm 吗？ confirm 我就杀2条阿龙，中他几十万呢、啊，一定中，每个人都中，要不然拆我招牌。哇，这么准啊！哇的，很准，这一次发了。谢谢师傅、哦，谢谢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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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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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爽爽到如浪啊！哦，哇，有笑哦，想不到我的屁比 gas 还臭啊！知道就好。哦，我多听浪晒。看来我的按摩功夫还不错。灿烂，老爸今晚要吃斋，我忘了准备。灿烂，老爸你今天吃斋，我特地做了斋欧打给你吃。多龙啊，这些是晚餐咩？我为什么要吃斋？你在不在？你妈哪在？老爸要吃斋是要做白表，你应该煮发菜给他发财，准备这种东西给老爸吃。几强？斋欧打，一边喊你别输个多头斋，输个臭打。还有这个啊，福州八哥要你明天全部吃八哥。我上辈子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这一辈子才会生出你这个害人精，害我输钱输了几十年了。哼，奶奶，我们出去吃。啊，那这些呢？给他自己吃喽。娘娘在上，得是福利部诚心求您给我今天中马票，得是不敢贪心，求观音娘娘保庇，我就投标一拜就好，弟子一定准备三生五礼来答谢神恩。弟子麦哥，中文叫麦给，为人心地善良，忠厚老实，性格直率，做事光明磊落，闲来无事喝喝酒，赌赌球，赌赌马，也买点佛利多多，请观音娘娘赐恩弟子，让我中头奖，我肯定会回来答谢神恩的。白话白话，观音娘娘在上，小人杰克森。什么小人啊？我谁晓得？小的杰克森，从小每逢初一十五就吃斋，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娘娘让我做个百万富翁。昨晚我还杀两条阿龙，买三十多对字，希望您大发慈悲，让我中个几百万。我一定叫一台歌台，请全新加坡最 pop 主持人陈建斌、刘玲玲以及海内外巨星表演，以答谢伟大的神恩。福星啊，你看店啊，我去楼下分传单。Hi, do you want to try our foot reflexology? Oh, I've not tried that before. I've heard it's good for health. Definitely. You have no regrets. All right, I'll give it a try. Seeing you're such a nice and sweet girl. Please come in, si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massage? Amazing. Excellent. Heavenly. You have a pair of magical hands. I'm impressed. Thank you, sir.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again. I assure you, I will be back. It's only $25. $25. You deserve it. I insist. Just one question. Can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good foot reflexologist? Massage with passion, with heart and soul. I see. Passion, heart and soul. Great answer. Thank you very much. My pleasure, sir.按摩 massage 啊？哦，按摩 massage 拜托吧，卡紧卡电话给我，爆热先了咯。加辣，老爸叫买 40 忘记买，5:30，哪里来得及？惨了。0414，500大。1000呐。哦，知道了。总共40张。哎，保重呢，运气好，每一对痣都会中补脚。哎，我的小字条呢？刚才买的号码是什么？01？不对，04。不对，0404。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打给咱。Low bed。Sorry， 能不能给我一分钟？我忘记我要买什么号码。还有30秒 ，counter close。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号码？还有15秒。买我的生日，0608，1918。怎么办？怎么办？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 brother， 多几分钟，你们要祝贺我成为百万富翁了。你头壳派去啊？要祝贺也是先祝贺林北啊。老天爷在上，你大神有大量，让我中头奖，我以后一定会做个好人，远离损友。
Bobby 啊。喂，你算了，因为 last minute 跟老天爷说两句，你就偷偷讲啊？那老天爷不听不应？你我讲话一慢又要岔气啊！老天爷不会喜欢你这种人的。你们抄够了没有啊？是蛋料啊！来来，抄马票，抄马票。下了。将会播报本期万字票中奖号码。首先是安慰奖号码10718062。托二三奖来了。第三奖610061000。第二奖602260。头奖，头奖。我有事先走了，拜托，最近有事没事都不要找我。惨了，惨了，这摆惨，这摆会不会关了？明理法。是。阿星，阿星，阿星，都不知道死去哪里啊！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买那个 4D number 的，打这么多次电话给他，又不听我电话，惨了惨了！如果那个 number 真的出的话，我就死定了！哎呀，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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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那怎么了？头奖4948。老伯，林伯肚子饿，叫阿星快点开饭。阿星还没有回来煮饭呢。什么？煮饭给我们吃是他唯一的嗜好，他怎么可能不回家煮饭呢？就是咯，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哦，是不是你？你干嘛？啊，没有饭吃，饿到发抖啊！给我站住！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啊！你死去哪里了？没有回来煮饭啊？我问你，我叫你买那个房地产，有没有买？有买，没有买，有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你没有帮我买，你叫这个衰人去买，是不是？不要搞鬼了。林北很醒目的，不要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快说，快说啊！你干嘛？我可怜呢。放手，放！啊！我叫你买04141000块，你却去买4948，谁叫你改号码的？是不是他叫你改的？啊！不是蓝色，这个停！买错你别乱了。4948，哎，4948，刚才好像在哪里听过嘞。Stop！ 跟林北给我站回来。Sorry 了 ，Sorry 了。4948，4948。啊！哎，老爸，就算你没有中马票，也不用这样伤心的啦，哈！丢逃票啊！丢逃票了、啊！真的是中头奖嘞！我随便买，就随便中头奖。老爸中多少钱？多少钱？一块就2000，1000块啊！丢能八万了，200万了，能八万了，马拉开的料啊！
谢大家来跟我庆祝我中马票，林北就摆笑跟他塞了。虽然是我自己很黑才会中头奖，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我哎呀，我高兴到不知道怎么样讲呢。阿哥，不会想不要紧吗？红包高高包来的，真的吗？说的没错，讲中我的心啊。老大，你人慷慨。老大，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老爸，我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祝贺我最亲爱的老大，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的，我祝你每年都中几百万。好好好，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听了都很有 feeling， 也很感动啊。来，谢谢老大。来，阿信，你的。哦。懂了。这个是你的，谢谢老爸。阿欣啊，不要只顾着吃，你还没有恭喜我啊。恭喜老爸。还有呢？我希望老爸不要再沉迷赌博，身体健康，专心的做生意。小赌怡情，大赌败家。老爸，你就要控制自己，不是每次都那么狠的。你这是在教训我，你故意在大家面前给我丢脸啊。从小到大，你的嘴里没有吐出一句好话，乌鸦嘴。我说的可是真心话，而且我的话说了也收不回了。你们慢慢吃吧，我回去开店了。喂喂，你看你看，太过分了，害人精啊，整天惹你生气。老爸，不要气了啦。老板，父亲不是故意的，不要生气啦。是啦，不要生气啦。你有这样多钱要 happy， 今天晚上我跟家生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包你 happy happy 又 happy 的。真的？真的，有钱嘛 ，happy 就在你左右。哇，你讲这一句话哦，超有 feel 的。客气，谢谢谢谢。拿茶，谢谢。阿小嫂，你太辛苦了，这个送给你。谢谢你，你真有我的心。不行。哎，林北，我跟你介绍一下，潘师傅。哦，潘师傅你好，请坐，请坐。你就是负心呐，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我一到这来呀、啊。所有老婆有的称赞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好像，好像。哎，老潘啊，你的老毛病又犯了，你是不是替父亲看相啊？你的相啊，万中无一呀、啊，福星拱照，将来肯定鲤鱼跃龙门，身价百倍，好命，好命啊！你说的好命，你有没有讲错啊？福星是个可怜的孩子，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爸爸好赌成性，同父异母的姐姐啊时常欺负他的。是啊，对啊，福星虽然常被家人欺负，可是他有我们这帮老朋友啊，命不苦，命不苦。对对对对对，福星绝对不命苦，他将来肯定是个人中凤，财源滚滚，福星高照。哇，福星高照，好啊，正如你所说的啊，大家为我们的父亲干杯，祝他前程似锦。好，来干杯，干杯，干杯。好吧，
先生，师姐。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就是这里啊，哎，是的，李 Brand 的南北佳丽啊，在公林的大驾光临啦！哎，你们两个哦，真是有我的心。你是老大吗？对呀、啊、，Happy 在里面等着我们呢、啊。You have money inside many happy 。我这里来个招工会说变做格林啊，讨论我啊，爽啊！抓牢了，抓的。我是 Michael， 我是 Jason， 这位是我老大 Paul 宝，我也好了，叫我 Paul。Michael Jason Paul， 欢迎欢迎。哎，妈咪啊，有什么好介绍赶快，我们老大已经等不及啦。对呀、啊，把最美的通通叫出来，不要放在里面塞过。我们这里啊，什么都没有，只有美女如云，还有吊花一串串。啊，吊花一串串。这里是吊花场。哎呀，老大，吊花场，吊花场。哎呀，夏威夷那种草裙舞女郎是她给你吊花，你来到这里是你给美女吊花，哦、还要给钱。啊，我懂了，我懂了。三位老板，你们先快收啊，等一下我带三个 H one N N 来陪你们。啊，麦克在这。H1N1 已经很可怕了、这里的歌星中了变种的 H1N1 也敢来上班、等一下害到林北去找真的 Michael Jackson 去 pop。 林北中了几百万还没有刮嘞、走哎呀，开玩笑的啦。H1N1 是 Hot One Net One 啦。Hot One Net One。 快点200。卖酥饼，酥饼金箔饼的呀，唔要唔要。睡呀睡呀，他指我，他指我，推着我，啊，真的吗？这个我看得很有 feeling， 跟他吊花，老大要吊多少钱？吊2000，拜老鬼。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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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裱花真的很爽啊。那我们呢？好了好了，你们也掉了，不过每人里面五百啊。昨晚好玩吗？好，好玩到爽吗？爽，爽到这个行啊！老大最爽了，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只小老鼠。你才是小老鼠啊！哦 ，sorry sorry， 老大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只东北虎。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东北虎。马屁精，看在你们弄到我那么 happy 的份上，今晚就带你们去找左青龙右白虎。老大，我真的感动到。哎，玩归玩，要有limit，今晚照样500块掉花费，超过了自己付啊。500块够了 confirm。 好好好，不够的话呢，我们俩能塞一只东北菜。好，一言为定，咱们今晚就去守歪歪。Mr. Morgan 派我来接你，待会儿见。谢谢。Mr. Morgan 在里面等你，请进。Welcome, welcome. Great to see you again. Likewise, sir. How are you? Very well, my dear. Are you ready to give me your very best foot massage?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有啊。是不是隔壁的你拿到这里来啊？明明是间店，你看一下。什么事啊？他说老板欠租金没有还呢。我是这大厦的物业经理，你们欠了三个月租金没还，这是励志信。三天之内再不交租，我们有权封店。怎么会这样？老婆那么多钱，怎么会？还用说？一定是你老爸又把钱赌光啦。不会吧？赢了200万还要赌啊？不然人家叫你老爸烂赌鬼。老爸，为什么欠五租三个月都还没还？叶子要疯店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话？是把钱都输光了？现在你是我老爸，还是我是你老爸？就算我把钱输光了，那又怎么样啊？老爸，你不可以老是赌钱，不管店里的生意，十赌九输。你这个衰嘴啊，整天叫我输。好了，现在我输到半条命了，你开心了啦？乌鸦嘴啊，害人精上法心啊！老爸，你要去哪里？查某，我在这里一个多小时了，连半个查某分不来陪，一见甜甜分变款，恁爸有镭就唱一见你就笑，无镭就卖插潲啊，恁娘较好啊。伟德，伟德，叫甜甜来，叫甜甜来。女人，我在里面等你两个小时，为什么你不理我？你要甩开我是吗？把我的40万还给我。什么？那40万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我没有欠你的。这个臭男人，走开！你竟敢骂我，你敢打女人，给我让开啊！她是我的女人呐、啊，她现在是我的女人。不要管她，我们走。你不要跟过来，你不要走，你给我下来，你不要走。开门了、啊、开门了、啊、开门了、啊、那不是以前我的车吗？你竟然叫我用过的二手车载走我用过的二手货，你那么喜欢二手货去做橄榄姑你呢？妈的，你娘个货。福利部，你欠我5万几块的买标镭在家用，别想我，别想我。傅先生，你所投资的资金、股票全部都亏损了，还有你开出很多空头支票，你在我们的银行户头已经被取消。怎么女儿啊，你现在在哪里？完了，我什么都完了。你别去拜高个拉姑了。老妹，我也完了，我被男人骗，你难道不理我了？你卖考吗？你
你乖，卖靠背。Miss Bo， 为什么你要申请 Mr. Hong Li Bo 禁止进入赌场赌博？我爸爸很好赌，赌了几十年，赌到连老婆生 baby 也不看一眼就走了。哎，我 ，Goodness me， 中马票赢了200万，还要继续赌，赌个不停。我 ，Shut up， 200万？Sorry， 200万 is how much？ My Chinese not so good。Your Chinese not only not so good, it's very, very, not very good. Shut up. Sir, it's $2 million. $2 million? And you're still gambling? Shut up. Sorry, Miss Bo, 请继续。我不信我爸爸继续烂赌成性 ，IR 开了以后，他会赌得更厉害、更凶。所以我要向你们申请禁赌令，让我爸爸不能踏进 IR 一步。Objection! Objection! Shut up. You have no right for any objection. You are the object of our consideration. You may go. We will notify you in 28 days. Miss Bo, we will look into your application and do our very best. Not to worry, okay? Off the record, your father's attitude is damn jialat, man. Lim Pei hiao tiang mo. Lim Pei hiao tiang ang mo. It's going on the record.不要这样啦！太安静，你给我站住！你不要走！啊，不要这样啦！你给我站住啊！你听到没有？太安静！爸，我跟你说话，你没有听到是吧？不要这样！你给我站住！老爸，姐，你劝劝老爸不要再赌了。你不要叫我爸了，我赌不赌跟你没有关系，我要跟你脱离父女关系。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再踏进夫家一步。你给我滚，把你的帅气统统带走，害人精受罚金。爸，去楼空。
Brother，Brother，Brother， 是你呀 ，Holipo， 怎么了，很空闲呐？ 没有了 ，Brother， 你们有没有一点点？一点什么？一点汗水，一点爱心，一点同情心啊？那有，全部给你。Holipo，今时不同往日，你又烂玩又烂赌，搞到整个 market 把你讲到一文不值。 以后你还是少出来抛头露面。还有啊，少一点 contact 我们，我们是没有什么时间应酬你的。好了，你们有没有良心啊？我老爸有钱的时候吃喝玩乐，有哪有没有你们的份？现在他有难了，一个两个那么快就变脸，喏，这些就是猪朋狗友。喂，什么猪朋狗友啊？当你爸的时候当我们是朋友吗？你当我们是你的哈巴狗，Polly，Polly还比Holly送你吗？赢几百万，跟你去钓花场。 才给我们500块电话费，整天喊黎明黎明，你娘！对对对，你们骂的对，我真的是水患。老爸，不过，brother一场可以借我几千块，让我渡过难关嘛？没问题，brother有难我一定帮的，我很steady的，早你把路赢呗，赢真多钱啊！ 黎明50，哇，我咋没买呀球？ 里面50啊，我跟啊，前拿去，下摆你买车路拄着我，卖讲你八零八。喂，等一下，我来告诉你啊，如果你想翻身的话 ，Henry 在柬埔寨开间大赌场，只要你肯赌啊，飞机票吃住全部免费，说不定柬埔寨 only day。对，轻轻和你赢几百千，你又翻身啦。 祝你好运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啊。Henry， 柬埔寨。哎，老爸，你还要赌啊？你跑掉嘞！柬埔寨，哎，你还有剩下多少钱呢？啊，你真的要去柬埔寨啊？赌场大亨摩根先生前来我国探视赌场业务。 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要生气啊。你老爸和多娜来找过我，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讲啊，讲。还能做什么？借钱咯。他们找你借钱，那你借给他们啊？啊？借多少？3000哦。 3000哦，3000。你老爸和多娜说还要去柬埔寨赌钱呢。柬埔寨？哎，是你呀、啊？你找 Mr. Morgan 有事吗？是，我找他有要紧的事。他正在忙，你等一等吧。 接机吗？当然要顾等我啦。等一下，麦赶将，你从家里咩本皮皮出啊？这倒是柬埔寨嘞，不是长夜报嘞。柬埔寨啦。Mr. Bo， 啊呀呀呀 ，I'm Holly Bo，Please follow me。OK，OK。看到我有人来接了，跟你讲不用紧张了。那有福星公仔，爱仔爱仔。老爸，平兴啊。平兴啊。哎，行了啦，行了。 Mr. Morgan 叫你进去，谢谢，谢谢你。Come, let me introduce you. This is Sifu Sito, my feng shui advisor. She is Fu Xing. Where is the Fu? 30多年前给偷走了。So you must search for it before it's too late. Yeah, Mr. Morgan. 像，真的很像一套。师傅，被偷走的福星是不是这一尊呢？系啦，系呢一个啦。现在在哪啦？在我家。
在你家？福星不见了。阿白，哎 ，Hello， 霍利夫，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请坐。好，谢谢。想不到你在柬埔寨开了一间这么大的赌场啊 ，Henry， 你真的是发到不行、啊，你真行啊，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哪里哪里，这位小姐是谁？她是哪呢？我的女儿 ，Henry， 叫大哥。哦、Henry 大哥你好。你好你好，这是500块筹码给你去赌金福地赌场，欢迎你。哦。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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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你了。哎，老爸老爸，不如我们先玩 jackpot 摸摸一下，如果赢的话可以中 jackpot， 以几十万美金拿回去新加坡啊。你只会玩 jackpot 哈，老爸是赌场高手，要在赌桌上赢钱才有看头。玩这种 jackpot 会赢大钱吗？哎呀，你听我一下好不好？我对这几架很有 feel 啊，尤其是这一架，赢定了。嗯，好了好了，那给你50美金去 warm up 了。啊，50块哪里够？500块美金啊！嗯、啊，老爸，500块美金。好，你200，我300，一人玩一架。来来，买书啊！轻轻轻。屁呀、啊！1块钱都没有中，500块美金就输光了啊 ！Warm up, fed up 啊！哎，老爸老爸，不要 fed up， 我们先 in the bar 去吃 buffet 啦，肚子很饿嘞。免费的，不吃白不吃，走了。到赌场赌钱很多禁忌，第一要心情好，不要乱发脾气；第二忌穷困，人穷横财不来。哦，那像我老爸这样，赌到身上都没几个钱。想要在赌场翻本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当然啦，财不入急门嘛。哦，怪不得在赌场不能乱乱拍人家肩膀。对，人有三把火，我们叫阳火，也代表旺气。赌场是阴气重的地方，如果身上的阳气被拍灭，旺气下降，运气不好，赌钱就会输，对不对，师傅？嗯，如此可教啊，叻女啊！等一下哦，我还要赌轮盘跟 blackjack。老爸，你以为你是赌神咩？什么叫赌？哎，我在新加坡赌坛纵横几十年了，有什么不会赌啊？要不然他们叫我屌神。当然啦，屌神屌鬼啊！还帮您别闹鬼啦，不要帮我漏气啊！放心啦，这里是柬埔寨，没有人认识我们。嗯，来，快坐，快坐，老师。好，你报，阿尼甘，走了，走来甘波姐。林茂带人走，林伯哥阿伯走啊！我是这里的 V V I P 啊，你乱讲话，林娘较好。师傅，在赌场内应该避免坐在什么地方？厕所，厕所系屎尿之地，又污糟又臭。坐喺近你厕所旁边嚟赌钱，十赌九输啊！那么邪门？这张牌很轻啊，赢呀路易，赢呀路易啊！你怎么知道？厕所在后面吗？厕所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晒个脚咯。是水啦，水为财啊！临北桥看风水。
请出来拜拜，no wonder啦！哎，赵赵，啊，福星公啊，刚才忘记把你请出来，sorry，very sorry。哎，老爸，你刚才 English 他听得懂吗？我讲的是 English， 他应该听得懂。哎，我去拿水果供奉他。好，快点，快点。 福星公，求求您保佑我赢钱回新加坡，要不然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老爸，水果。哇，这么多！福星公啊，我们用这么多新鲜的水果来供奉您，就是希望您保佑我赢多多美金回新加坡，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再供奉福星公的。Bobby。 麻烦你帮我转告 Mr. Morgan， 谢谢他的帮忙。嗯，谢谢谢谢。Morgan真的是我们的贵人啊，一个赌场的大老板肯这样帮我们，很感动啊。Mr. Morgan 真的是个大好人。这次如果没有他安排的话，我们哪敢大金不再去找我老爸跟大姐？对喽。不知道老爸跟大姐现在怎么样了？ 哈利波，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啊！真的很不巧啊，去到哪里都碰到你。老爸，他是谁？我跟你水困。什么？你没告诉他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啊？几十年前的事情还一直挂在嘴边，废话少说。今天我一定会赢你啊！好，好戏。 今天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今天我福星高照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自大。嗯，在信。赌一次过，50,000美金。哎，老爸，我们去拉车跑比较好了，走了走走。不行，今天我一定会赢他。我们有福星公罩着嘛。怎么？怕了？怕你输归王八蛋呐、啊！30,000，懂吗？这个先借给我。 哎，不可以了，老爸！我再买一个更贵的给你。不要了，放手你。Lorette Quinn 啊！<笑>痛快，那就加多20,000。哎，懂了，去把福星公请下来。不要了，不好了，老爸。他如果灵验的话，我是不会输的。 福星公这么老了，很爱面子的，他不会把自己输给别人的。去了，不要，去了。好，大白吧。这一次我盖一只眼睛都会赢你。 到你开牌了，别看我就一点，照样会赢你。嗯
老爸，福星公公来了！哎，怎样怎样？有没有赢啊？哈！喂，你笑什么啊？我在笑你的老爸，为什么每次都输给我？天意啊，真是天意哦！我不但赢了你的钱，还赢了你的 Loris Queen， 还把你的福气也带走了。你把你手放开啊！谢了。老爸，老爸，哎呀！老爸，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美金两块，还有我的 Loris Queen 也没有了。都是老爸不好，老爸是那赌鬼，才会害了你跟阿信。老爸不好啊，都是我不好啊。老爸从这里跳下去，一定要办了我跳下去。不要，不要，老爸，你不要。老爸，对不起你啊！我是烂赌鬼啊，连你的福星宫都输掉了，我不是人的，我不是人的，老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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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还有我，我们还有这个家，还有我老员工、老朋友、老财啊！走，爸。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们去把福星赢回来。真的吗？好，我接就是力量，我接托接就是力请坐，请坐。这次突然来打扰你，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要这么说 ，Mr. Morgan 交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你放心。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忙。No problem。福星到，福星高照。黄立波，赌输了要让女儿来替你出气，你还算个男人吗？我老爸有福气，有他的女儿替他出气，你有吗？看他那个炫耀，恐怕没有享过你的福啦。八婆，你说什么？哎，不要生气，要不然的话会爆血管、脑充血、中风、半身不遂，还有啊，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呢。你们说完了没有？到底还要不要赌啊？我要把我的福星赢回来。我赌50万。好，30万，加上我的福星。喂，福星是我们的，是你的。再多几分钟，就知道是谁的了。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了。好。发牌。哎，你干嘛拍我肩膀啊 ？Hello, good luck to you, ha. 帅呀、啊，帅呀、啊，帅呀、啊，走开了。哎，不要生气，不然赌运会很衰的。是吗？我拿了8点，看你怎么赢我。这位昂哥，我从小到大都不会赌博，今天是我第一次赌，也是最后一次赌。
各位观众，请看牌。啊？怎么样？输了还是赢了？输了，输了。啊？他输了。They are so beautiful. I can feel they will definitely help bring prosperity to my casino. Singh, I really appreciate all your kind help. It's my pleasure, sir. Wow!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100万！老爸，我们又中头奖了！不要再提中奖这两个字，老爸已经戒赌了，以后林北会靠实力养活你们的。老爸，欠我3000哦，记得还哦。放心啦，老爸会知恩图报的。能也得。Sorry, I can't take your money. You deserve it. Keep it for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I insist.哎呀，他 insist 你就拿啦。Yeah, he give you, you take. 哦、oh, ，take. Okay, I'll make sure I use your money in a good way. Thank you, I really appreciate it. 百万！哈哈哈哈哈哈！哎，老蔡啊，嗯，今天是星期六，等一下帮我买马票啊。No, 我答应父亲不可以再跟你买马票啦。去。老蔡说的对，我们要戒赌，老爸，你要有恒心。好了，等一下我自己去买我的红字。如果今晚开出头奖，你们不要后悔哈。Hello， 老爸，今天是星期六，你的马票也有没有发作啦？哎呀，谁说的？没有啦。你摸摸你的心，老爸，小赌怡情，大赌败家，不赌没输赢，努力戒赌，老爸加油。小赌怡情，小赌怡情。等一下我买1块钱大就好，你们两个要跟我保守秘密。天降，原来是真的。Hello, officer. I want to make a police report. What do you want to report, ma'am? A bag of cash dropped from the sky. Huh? Serious? Wow, you're so lucky. Oh yes, I am.